大家好，我是北宝宝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华甲子园，它位于万华火车站，它的斜坡位置在它的侧边，往旁边找就会找到了哟。等等等，大人轻易加速。哦。加热啦，绝对会动啦。好，那么高。好，好，好。那我喝完汽水。好。我去夹品算好了。40块完蛋了。那一，他不要30块。耶、yeah. ，对不对？对。哦。完了，我们的好运用光了。没有，你看一下吧。那你是宝的。好、哦。哇，就这个了。加两个。哦，好可惜哦。玩一罐。拿到。你说直线直下就会出来的那一种。有了有了。哇！啊！啊！哎！他想要对我做点什么？耶！哦哦，再来一下，就是要靠那种。耶、yeah, hey! ！你好厉害啊！这是我们今天开了1200块，零食，然后还有饮料，我们只夹到这样哦。好少哦，但是蛮好玩的。有点想哭哎，但是还不错，有的10块钱在夹。最难夹就是泡面，我们花好多钱在泡面夹到泡面，都没有夹到泡面。表示他不想跟我们吃泡面。就在万华火车站旁边，你坐捷运也可以到。坐捷运就直通了。对，而且你知道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，因为。大家随便夹都可以夹得到，它不是会让你难夹到一个完全夹不到。现在连饮料啊，最低保夹30块而已，所以你夹30一定夹得到。对，然后它还会让你，它会做东西让你夹。对，它会把那个东西堆高，让你比较好夹，然后也有就会放边边让你好夹。也有难夹的。那影片就到这边啦，谢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